来到英雄联盟。OK， 一声 Q 啊！我们的脚下是先烈们的尸骨，不要让他们失望。全军出击！我能做的，别人都不行。附近有眼，所以我责无旁贷。那我们上单看都不看这个眼，直直的就跑到线上去了。说是，你把那个眼排了，这不给你钱不香吗？说是，啊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唯一主人。First blood, 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好了，热身完毕。这干嘛呢？欺负我是吧？我伴着无声的旋律和安静的节奏而动。刀妹技能全中，谁都能秒，其实爆发很高。不不不不，他的后续伤害比爆发伤害还要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别送了，安妮。别给我送了，说是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从没想要成为领袖，我战斗，他们便会追随。你看好了，我现在我已经掌握到了技巧，你知道吧？怎么又来了呀，勾巴螳螂！我的屏障差一点。行，喜欢抓是吧 ？OK。我记得曾经只是为了快乐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喜欢抓是吧？行。OK OK OK。好好好，就这么玩。这么玩是吧？好好好。他们的武器很强，但我会一直更强。好好。不容失望。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活。这么玩是吧？好好好。哼，我既是平静的海面。完了，这数据不就是我自己的数据吗？我们队友一个人头还没爆发呢，说是。螳螂就一直来啊，就搁这一直来说是。Enemy slain。我们是想要安全。整个艾欧尼亚，他这波有闪的啊，有闪，把他闪打出来就行了。好了，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，这边有晕了，怎么说？往后走，把晕过来。常备不懈。嘿嘿，你搞毛呢？搁这儿啊，直接骗大招，回家啊，回家。
远离敌方，德莱厄斯。直接回家，啊，你没打。为逝者，我送了全队的人头。为生者奋战。我也拿了，刚刚我也拿了全队的大招。他们将记住，我是最后一个放下武器的人。别急，等我把兵线推一下。Ally slain. Enemy slain. Enemy killing spree.我伴着无声的旋律和安静的节奏而斗。来呀，打野！我在路上。搁这抓我，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他们好好玩一玩，但是怎么说呢，啊，顺便 K 个头，又搁这偷东西是吧。我在路上。敌方已击败峡谷先锋，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这怎么搞？我上不去了呀，哥哥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防御塔上不去了，说是。Ally slain。难道你是以奶奶的孙女的身份，你在讲什么？我这个刀妹牛的一批。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啊，搁这儿放先锋是吧？说是。与我共舞吗？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正在被攻击。来，啊来，我就知道他要过来。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这干嘛往上走呀？我都不上了，露露都来了 ，AD 肯定也来了，说是。我肩负的不仅是刀锋。够螳螂。然后一个大大招了，怎么说？这边甩回来，再一个 Q double kill， 这波挺帅的，哪波不帅？来这个，那狗螳螂伤害还挺高，你别说，我以为他打不死我。诺克的话有闪了啊，我们往下靠一下，下闪了。
Turret lost. 好，这边怎么说？直接大招举手，边 Q W Q 过来，多一拉一下子交闪，交了个 CC 棒，这边要直接出大，说是继续追，再上来，怎么说 A A A 一拉住 A A Q Q， 谢谢。上路打过了，但是螳螂过去捡了两手。Killing spree, shut down. 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唯一主人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你看，狗安你逮到了吧？说是。我方已击败亚龙。哼。我能做的，别人都不行。我责无旁贷。付出一切，灵力自有回报。来拿增益。他们的武器很强，但我们的意志更强。别急啊，你就下路去吧。我没啥机会，说实话。怎么说，老安你搁这鬼鬼祟祟？下路不能继续带了，他们可能会来人。你要搞个啥呢？在。他们便会追。啊，全在这儿打团来了，干他们兄弟们！我捡个红 buff 啊。我伴着无声的旋律，不打，说实话是。来拿增益。那不行，走，人力没大了，一拉的时候没拉着。我们是想要安全。那里怎么说？直接上去，拿下安妮，安妮不对你啊！往后走，往后走，继续走，安妮大招了。怎么说？倒钩呢？倒钩。倒钩，我直接上来说是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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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说是，哼，直接上来全部砍翻，就是。还抓我不啊，螳螂还抓我不？破里路高地呀、啊，说是，你搞个这个，你一点都不给水友表现，我已经在那等半天了，他们没人上，说是，那我只能上了呀。我是最后一个放下武器的人。他们没人上，我只能一马当先，刀妹还得砍。没用的，在我这种高手手里面，刀妹砍不了一点啊！注意危险！打大龙，我在路上。他们将记住，我是最后一个放下武器的人。我这边在这个搞一波 ，Q 上来，一拉住 A A A， 艾欧尼亚 OK， 他交闪了，再 Q 过来，再 Q 过来 A A， 来吧。我能做的，别人都不行，所以。我伴着无声的旋律，被爱情淹没。直接二塔对线，怎么说？哼，我这骚说是，把这塔给他推了。我这刀妹没得说吧，兄弟们。
这拉扯没得说吧，直接给他拉麻了。那搞个啥呢？来搞个这个，搞个金身吧。哎，等等我呀！我直接一个人在塔里面窜来窜去，窜来窜去。哎，我三进三出，你知道吧？我方已击败亚龙，他们的武器很强，但我们的意志更强。回塔，完了，空大了，说是。空大了，说是。啊，叮！哈哈哈哈哈！拿下，拿下。还抓我呢？搁这梗谁俩呢？啊？抓我有用吗？我跟你们讲。你抓一个人针对一个人是没有用的，如果有用的话，对吧？你针对紫砂有用吗？没用的，强就是强，你懂吧？你抓我一百次也没有用，哎，我就是强。下一把，想上车的朋友们加主播好友免费上车，呵呵哈 CCC， 这个是我游戏的 ID， 你直接好友输入就可以加了。 OK， 拉一下他，拉苹果牛肉包、大乱豆、李德彪 ，OK， 人满了，开始下一把。这把我塞了一半，可以。拉可爱多和剑碗，下把吧，可爱多和剑碗，下把拉你们两个啊，下把拉你们两个。